好话一句三冬暖，户外是摄氏十度以下，大家走进慈济家东分会静思堂，打从心里温暖。第二次参加新春祈福的林怡君，想家的情怀转化为喜悦。因为那时候刚来，因为来到这边一切都还不是那么的适应，对，所以那时候就会有点落泪。然后可是今年第二年了之后，我觉得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来到这边之后有找到一个归属的感觉，就是来这边有认识的朋友，然后认识了很多人，也受到很多慈济师兄姐的大家的关怀跟关心。湛山精舍法师们莅临带领大众祈福，也传达了对静思精舍的祝愿。我们要这样这样善人，法体康泰，久治人间，普度一切众生。同时我们要这样啊，今天所有的嘉宾身心康泰，新年平安吉祥，阿弥陀佛。正阳和执行长代表静思精舍师父们分享福慧红包给与会民众及各界贤达，期待爱在社区流转。加拿大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国度，我们期待每一个人都用虔诚的心把这一份心安定下来，对社区做更大的贡献。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大爱新闻之圣美之工余化成、李嘉祥，加拿大报道。还有在美国北加州。